每个月一开始，祝大家平安、健康、更欢喜。大家好，我是阿明。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大爱早市新闻》。台湾时间今仔日是十月五号，拜五，农历是八月二十六号。伫只阿明讲新闻，予你知，就你免出门，就通变秀才。一开始来关心的是啊，顶礼拜五发生规模7.5的强烈地震啊，印尼苏威拉西岛目前的情形哦，今仔日进入第八天，往生的人数已经超过1400人哦，当地民众哦，生活物资非常的欠缺啦，进前阁传出啦。直接到加油站来偷摕油的情形哦，即摆加油站啊，巴鲁市的加油站已经重新开放啦，军方警察入来来到维持安全哦。咱来听一位负责人的讲话。Pertama gempa itu banyak yang menjara, karena tidak dibuka itu Pertamina, jadi masyarakat membutuhkan terpaksa menjara, ya mengambil sendiri.真正是啊，一头赤爷爷，虽然过性命吼，无油，真正生活介无方便，所以真侪人摕着罐啊，摕着干啊吼，要来排队来到加油站排队，要来领油，来这个加油啦。巴鲁市的加油站总算是重新来开放啦，即摆警察啦、军方的人啊，拢啊来监督啊，希望这些人啊，照排队来加油哦。所以讲交通啊，慢慢啊恢复啊，生活希望啊，即个受灾乡亲。日子会当赶紧重建啊！过来关心的嘛，同款是印尼这个地震了后啊，目前已经有全世界26个国家愿意对印尼地震了提出啦援助吼。咱组织基金会除了派出志工甲人力会到了这个所在来抗灾来做义诊关怀受灾乡亲以外吼，全世界真侪有组织人的所在嘛，启动了无心无款的活动，包含咱即摆来介绍这个国家吼。菲律宾啊，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菲律宾呢？因为啊，五年前菲律宾发生海燕风灾了啊，印尼就是啊，马上发起啊无款的活动嘛，派出人力会啊去到重灾区，包含着独鲁万这些所在来做义诊。所以讲，当地乡亲对这份温情啊记条条，所以讲因即摆举办祈祷会啊，虔诚祝福印尼的乡亲会当赶紧重建家园，也透过家己的捐款，希望会当将实际金元啊金钱援助啊，来帮助这些受灾乡亲早一天有力量来重建家园。轻轻讲出嘴的话，当当藏伫个每一个人的心中。伫个脑海中浮现的是2013年海燕风灾跨国的争议。无论是说偌济，但是起码大家也尽力，家己的一份力量来帮忙，这子的印尼受灾人的众生吼，希望说因赶紧个共徛起来吼。伫菲律宾的组织证书堂，不止志工，职工嘛纷纷到里捐款，对印尼大地震送上祝福。我甲看到人开两刀。Ibigay natin ang buong puso. Thank you. 感动心受，不只有讲出嘴，嘛爱付出行动，这是寸步爱甲神的实行。台新闻罗约翰伊莎菲律宾报道。人人拢应该啊，拢爱啊，戒心虔诚啊，祈求天下无灾无难。来看是中度风台康瑞啊，目前是向西北的方向行去啊，暴风的范围已经影响到日本南部地区啊，包含着Okinawa啊，佮九州这个所在哦，有的地方已经有停电咯。冲绳啊，就是Okinawa这个所在已经有6个人来不幸受伤。咱先来听日本的电视台记者的报道。先週沖縄を襲った台風24号による停電が全面復旧しないままこの台風25号が接近し沖縄県内では現在およそ2万世帯が停電していますまた各地に開設された避難所にはおよそ500人が避難しています
咱透过画面看到的，就是屋企那外海边啊，自昨下晡开始啊，海涌就非常的大吼。有的所在海涌拍上陆地啊，啊路边的树啊，已经只个风啊，海涌拍倒去啊吼。康瑞风台虽然无直接登陆日本吼，不过伊外围的暴风啊，已经影响到日本啊，并且呢啊开始有造成灾情。伫昨啊，日本就超过280架飞机啊，啊无法度正常来起飞吼。未来两天九州这个所在可能雨势嘛会真。24小时的雨量会来到200毫米到250毫米吼，刷落来就是后日啊，明仔哦，康瑞可能直接向南韩去吼，啊，礼拜佫转向日本的北海道，真正希望啊，人人拢平安。继续咱从镜头刷到美国这个所在吼，美国的主席志刚啊，伫北加州吼这个所在为救世军啊，庇护所来准备暗顿啊！啊，拄到两年前，咱伫精神病中心熟悉一位先生，叫做鲍勃吼。鲍勃即摆是庇护所的保安人员。讲到鲍勃吼，真正有故事啊！20几年前，1996年的时候呐，伊予人抓入去监狱内面关啊，关了将近20年了。伫两年前出狱了，讲实在啊，脱离社会太久了。太久啊吼，对未来人生是无了希望啊，感觉讲家己啊是真是啊，啊唔知影未来路咩行。好哩，加在伫迄个时阵啊，主席志刚出现咯，予伊鼓励，予伊关怀，予伊感觉讲啊，人生有过了希望哦。所以讲，即个拄到主席人，佫出现伫伊面头前啊，非常的欢喜。为了会当准时用餐，主席志刚带着慈少早早地来到厨房，为了予救世军庇护所带来一顿温馨的暗顿。第一次落厨房的慈少切菜时阵特别精神，志刚一个教一个，大家做甲真欢喜。You guys coming out today, it was fantastic. The way you guys prepped everything, guys are moving back and forth. I see a lot of great execution in between everybody. Good communication, good teamwork, good putting stuff in the food, and with a good prepa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service, it was awesome.庇护所的居民拢是无工作或者是无厝的人。负责保安的鲍勃，两年前伫更生人中心熟悉这两位主席志工，一看就知影是熟悉的人。The biggest impact you guys had was showing up there to feed parolees that people look down on and inspiring us to do better and encouraging us to do better.Told myself I'm gonna try to live right and do to be the best man I can and a productive citizen by living right and not breaking the law and getting in trouble. Those days are over. 一项接一项的工作甲事务，前后用了6点钟顺利完成。小夫妇的炒饭、炒面、春卷、云吞，有爱心的中式料理，对庇护所的居民特别有意义。台新闻陈碧慧、顾超然、李英德，美国报道。继续，咱从今后刷当咱报道台湾啊，咱常讲啊，会行会走，看下黄金万道啊，身体健康真正是无价之宝吼。根据统计，整个的报道台湾差不多27万人啊是重病患者，或者讲植物人啊，就讲啊已经昏迷，无法度搁醒过来这些人吼。因啊面对家己生命伫要行到尾端的时阵，其实是无法度来家己决定讲要安怎搁活落去的方法。啊，厝内人总是感觉讲有喘气，有活来就有希望啊，靠着机器，靠着比胃更加机器啊，这些机械啊来维持伊的生命。其实啦，不管是病人啊，讲厝内人，拢活得真辛苦嘛，真无尊严。即摆卫生福利部明年年初，就要开始要来施行病人自主管理法。意思就讲啊，伫病人都活跳跳、搁活还搁健康的时阵，就会当决定讲未来家己若真正破病，或讲发生无常的时阵啊，明仔来决定家己活落去的方法。啊，即个资料你若签署了，会记录伫你的健保卡，未来日子就好安排了。生命行到终点，该用什么方式成长？卫福部上新的公告，病主法的施行细则，针对晚期的病人，不可逆的昏迷、因故植物人，一当中失智症患者，也有中央机关认定的疾病，制定了明确的规范，协助医生临床的诊断标准。重度昏迷是让以往大家比较担心说昏迷了好几年，他又醒过来。那现在卫福部现在施行细则是说，如果有外伤3个月，如果没有外伤的话，用6个月。来判断，那这个是符合我们医疗的常规。那病人自主权利法呢，保障的就是，在这5个条件的时候，可以
可以引用的这种拒绝医疗权，对，那比较早啊，范围也比较广。甲过去比较，有加速安排治疗，即马讲究病人的自主权利。民众会当透过照护咨询、离开预立医疗决定书，提早替家己做决定。当失去自主的能力了后，要接受也是拒绝卫生医疗，也够人工应用。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不想靠着一根管子过一个没有品质的生活，在很严谨的把关之下，那就可以执行一些撤除一些他不要的一些无效医疗，或者是不要的管路不要的鼻胃管的这些动作。民众签了预立医疗决定书了后，资料就登记在健保卡内底。不过医生表示，国内对生死观念真保守，想要保障慎重的权利，还阁有真长一段路要行。台新闻吕思萱、叶怡玲台北报道。健康的观念要来合法传播啊，那是错误的观念，千万唔通乌白传哦。这个肝硬化的病人啊，其实来买剂的时候，你会出现腹肚有生水哦，腹水、腹肚水吼，啊，和你的钠离子，身躯内面钠离子是愈来愈少啊，也就是咱有的人讲的欠盐啦。啊，所以讲啊，有的人就讲哦，啊，欠盐咩啊乱嘞，赶紧啉运动饮料啦，啉落了啊，好啊，好排。排尿吼，而且啊，会补充你身体内面欠的这个钠离子啊。其实啦，根据专业的医生来研究发现啊，这是错误的观念啊。运动一量啉落，颠倒对这个肝硬化的病人无帮助，颠倒病情会更加恶化。你现在看那个肿瘤是2.3公分。林先生饮酒饮到肝硬化，甚至生出肿瘤，甲伊同款的病患上惊就是后期腹肚水排不出去，造成水肿。肝脏的压力会比较大一点，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血液回流到肝脏的时候会受阻，阻力会增加，那这个时候它就有那些阻力会释放，那它可能就会跑出一些水分到这个腹腔内。运动饮料会当帮助排尿，又够有钠离子，就有谣言讲加啉运动饮料会当改善肝硬化的水肿。医师澄清，这是错误的观点。那这些离子的话，就是会让它渗透压比较大一点。那这个时候，如果肝硬化有合并腹水，并且比较晚期的病人来使用的话，它会造成它的渗透压增加。那这个时候，对于腹水反而是不减反增呐。除了运动饮料以外，泡面、罐头、甲新的食物，钠含量拢真高。对肝硬化的病患来讲，不但无法度改善水肿，反倒会造成身体负担。健康的问题，请医师治疗，千万莫轻信谣言。台新闻李亚平、杨俊廷台中报道。有人讲啊，大小便来通啊，身体就健康啊。你若是讲身体出了问题啊，唔通拖赶紧去啊医生看，特别是你若讲连续超过3个月时间，腹肚常常滚架吼，走便所并且这个大便的次数有改变，一时啊闭结，一时啊走便所漏血哦，安尼啊，爱赶紧去啊医生看，可能你的胃肠出现了肠燥症。现代人大多数活在咧紧张压力当中，肠啊胃都容易出问题。回想一下，3个月来，你若是时常有腹肚痛的困扰，一直走便所，或者是便秘，就有可能是大肠的肌躁症。肚子会疼痛，然后大便习惯会改变，有时候会腹泻，有时候会拉肚，会便秘，然后会合并胀气。哦，那有时候大便会有粘液。哦，啊，这种疼痛可能会疼痛好几个月。肠燥症的患者应该避免吃甜的、香的、酒精类以及冰冷的饮料或者是食物，甜的物件也要尽量避免接触。饮食中有一些容易发酵的食物，像是寡糖类的食物，还有一些果糖、乳制品，这些还有多元醇，像是苹果、花椰菜，它很容易让你胀气更加严重。但是，家己得到肠燥症无？定时、定量，保持好的心情，每一天吃5种以上的蔬菜，以及2到3种以上的水果，摄取无加糖的优格，对着肠燥症的预防，拢有真大的帮助。但是，一切饮食关键，还是需要咨询专业的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才当达到效果。台新闻华联报道。时间来到透早6:44，咱来关心天气的情形啊。来特别关心的是啊，第20号的风台啊，康瑞目前是中度风台吼。拄则新闻嘛报道到啊，已经对日本南部的奥克纳瓦个这个本岛啊，已经影响到了吼。啊，今仔日啊，受到这个康瑞风台
外围环流的影响啊，台湾的北部、东北部地区啊，落雨的机会嘛增加，有些所在昨就开始滴落雨了吼。啊，礼拜二台湾愈来愈远了，落雨的机会慢慢啊减少啊。不过啊，花莲、台东的这些所在，同款的落底渐准雨吼。啊，那是温度的方面啊，北部的高温啊，只存到27度、28度啊。啊，中南部就讲有东半部嘛，只有剩啊29度或31度，比之前啊也不普的经验已经改变真济，所以讲早暗的温差真大吼，大家爱提醒家己哦，加穿一件衫吼，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保健啊。啊，那即个康瑞未来的惊向啊，昨有拄则有讲嘛，明仔可能会到南韩去，后日啦礼拜佫转向日本的北海道。啊，若是要去韩国，啊，佮有日本这个所在，爱注意航班是毋是有正照起降来起飞吼。啊，继续咱透过详细数据为你报告今仔台湾各地天气情形。时间来到透早6:46，阿明继续讲其他新闻，你知？赶快叫你们出门，地摊变秀才。继续，咱来熟悉一位啊，伟大的爸爸，真正是无简单啦。咱常讲啊，厝内若有人破病，全家伙人拢介辛苦吼。不过啊，囡仔总是爸爸妈妈心头上的一块肉吼，也永远的宝贝啦。这位爸爸叫做啊江湘志吼，哪个江呢？姜子牙的姜啊，今年65岁啊，本地是伫做保全的工作，退休了啊，所有生活的重担啊，重心啊，都是来照顾伊这个第二后生啦。伊这个后生出世的时阵啊，因为早产吼，所以讲骨头的发育啊，较无正常，目睭嘛看无，而且无阿多开嘴讲话吼。啊，伊照顾这个囡仔，真正是真用心嘛。将伊这个后生啊，出去是洗啊金细细吼，啊，而且吼，过去还未退休的时阵，就已经啊真用心来照顾。下班了。决定绝对是先回去厝的帮囡仔来处理啊，这个洗身躯的问题吼，所以讲厝内人啊，因为这个爸爸做了这个家长啊，真正是厝内条啊，规家人的人，规家伙的人啊，拢唔敢话听。高正挤上去，洗喙齿，尤其是替老妈咪洗，真不简单。不能太大力，太大力，他牙龈会受伤。我给他弄3次，然后这边。再擦一次，这边再擦一次。如爱搁擦，规嘴的喙齿，将把手里的毛巾来来回回洗3-4次，最后伊还过一个动作。我不能一开始弄脏不行，我一定要刷，把牙齿用牙膏给它刷，再把它擦拭干净。然后弄完之后，再闻一下也没什么味道，他牙齿就不会有味道。人小细节拢注意，军人退伍担任着保全，将把江湘志体寒的流程展现伫家庭当中。陪伴着爸爸照顾弟弟，将个设定从食物加搁再加，加加真油。我开始帮忙照顾弟弟。国中吧，基本上他回来的时候还是会帮弟弟，就帮我们家里就是弄好，不会说可能就像一般的家庭。爸爸下班之后就是男主外女主内，所以爸爸回来可能就坐在那边看电视之类的，都不会这样子。对他爸爸很好，我看他那个时候也是在家里面也会做饭菜给他爸爸吃。哎，我觉得他不错啊，就这是我们全家人的功劳。江爸作为后生在看，妈在学，天气紧到头，要先接照顾弟弟的责任。出任务障碍里，大家用爱互补相依。台新闻朱一龙、萧红树高雄报道。一枝草一点露啊，天无绝人之路。来介绍这位哈，今年得到台北市优秀身心障碍劳工的彭胜元。咱画面上看到这位，其实来看下真缘投的这位少年家啊，伊是目前伫台北市阳明大学图书馆啊，伫做训吼啊，伊来这到图书馆服务已经得要9年的时间了吼，2009年开始来这个所在吃头路，伊的记忆非常的好啊，只要摕到这个人要借的册单吼啊，几分钟啊就会当将册
吹出来，不过啊，伊是一位自闭症的患者吼，常常拢家己的自言自语吼，本来嘛受到真侪人的怀疑，讲啊，这个图书馆这安静，奈一个人伫咧口口讲话啊，除了讲啊，伊的记忆真好以外，嘛参加过真侪特殊的奥运比赛，得过一名金牌、两名银牌，咱来认识这位无简单的少年家。盛源，可以请你帮我找这些书吗？可以，在中文区。目睭一看书单，就知影要找什么书。伊是拥有超人记忆力的图书馆员彭盛源，200多本的藏书，伊只要3点钟就当整理好。虽然整理找书伊真厉害，但是伊确实因为得到自闭症，一开始找工课时阵并无顺利。一直成为图书馆员，伊的能力才让看到。有一个同事，他就是我每次都会把书架排得很整齐，所以他喜欢来我们书库拍婚纱。结果那些拍婚纱的工作人员看到书架上的书，以为我们是临时抱佛脚，知道有客人要来，所以才排整齐。其实不是，是我每次都会把书架排整齐，把那个书架弄得平平的。带着手套详细摆好，每一本书整理放伫咧书架边啊。在图书馆工作将近10年，也练好了一身排书的好功夫。伊拄来到这个所在，会因为无资格的自言自语，过去也曾经收到几啊届的投诉。同学就是比较就是刚开始可能来学校还不是清楚盛源状况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怪，为什么图书馆这么安静的地方会他有这样的状况？那不过经过图书馆解释的话，大部分老师同学都还能够支持，能够包容。得到同事甲同学的认同，今年也得到北市优秀身心障碍劳工，用努力证明家己，也找回自信。台新闻张丽佳台北报道。真正是360项啊，行行出状元。继续要来介绍的这位少年家啊，高在读册啊，伊是目前啊26岁，住伫高雄啊，读研究所的丽奇吼。丽奇这位姑娘啊，是阿美族的少年家啊，看起来真水吼啊。唔啦，通过这个原住民母语的高级鉴定啊，有这个教师的资格，嘛考到培训的这个主播吼，因为伊的阿美族啊，讲了真好。不过过去啊，伊厝内环境无好哦，因为啊无钱人纳学费啊，好哩家。有这个家扶基金会帮助伊7年，可以当顺利读册啊！即摆啊，伊要用家己的这个能力啊，回报社会对伊的温情。3、2、1，我好沙利哥哥马布隆，我阿哥是赛季，我阿哥11月11号南家扶有举办一个爱心圆舞会。OK， 哇！阿美族语真标准，予读硕士的李奇考到主语主播的培训，充满自信的伊对保存部落文化真投入。主语他有去做研读，然后去认证，然后包括他就看到自己的阿嬷、阿祖都是做族服的，所以他就自己。虽然不是学服装设计，但是他也跳进去了。隔代教养的伊，高中的时长辈破病，经济出状况，交不出学费，好加在家扶基金会帮忙伊，教伊找到人生的方向。他的金额不高，但是对我来说价值很高，因为让我知道说，原来这个世界上也有人愿意帮助不认识的人。认真提出未来的双手，平时无保养，无要紧，单亲妈妈秋丽帮伊照顾。秋丽和丽奇相共，受家父帮助七冬。过去伊离婚，请养两个囝，因为来自越南，伫台湾无亲人。不过社工亲像家人。啊，有些我不懂的，或是说我要寻找什么，我不懂，就是可以打电话来中心。我觉得啊，有这个中心家扶中心对我来说是真的太好了。因相约做伙参加11月举办的圆游会，对着社工爱帮助更卡侪人梦想起飞。台新闻陈怡贞、陈立伟高雄报道。一户二落三万，甲讲的就是讲啊，鹿港这个都市，讲实在啊，早期是真发展的吼，排伫第二名，所以讲有真侪古迹，有真侪老街哦，啊，四界的人都爱来这个所在观光，来这个所在佚佗啊。不过那是用脚行，总是脚会酸，脚会忝啊。咩啊乱嘞？坐三轮车是一个真好的方法。不过过去三轮车并无管制哦，较无保障啊。即摆啊，鹿港的观光三轮车已经经过检验，而且要用这个发车。加牌方式来做管制哦，让这个消费者坐了安心，啊来使用的路道路的人啊，买当更加安全。鹿港镇是真有名观光的所在，老街、美食、古迹，
各传统的民俗基地、历史的建筑，拢是吸引游客的所在。坐观光的三轮车，顺线听导览解说，今麦去更加有保障。彰化县开全国首例，观光三轮车挂牌合法上路。规范要有方向灯、喇叭，后面要有贴片、刹车灯，然后晚上要有电灯，甚至呢要有安全带。车辆要经过规格安全配备检验合格，才会当摕到牌照。更要求业者要保相关的保险。乘客都有保险，我觉得对民众来说是一种多一层的保障。有挂牌的话，就是我们政府单位比较有办法统一管理。鹿港地区是一个老城镇，所以有一些街道比较小的部分，道路宽度小于2公尺的这些道路的话，我们是禁止他们行驶的。目前鹿港有63台三轮以上慢车一定检验合格，未来要扩大到产业地区。第二阶段的话，我们会来进行在田尾地区有600台的这个三轮以上慢车，我们会进行来检验。处长讲，观光三轮车不是随招随停，唔忙用公车经营的方式定点停靠，后续要继续定点规范。大新闻黄子玲国际中综合报道。以上今日早啊，台记新闻继续来听李佩玲报表的国语新闻，感恩大家，蛮祝福大家。你好，我是李佩玲，欢迎您加入这一节的国语新闻。最近的天气渐渐的转凉，肝癣患者又要开始伤脑筋了。因为呢，秋冬是好发的季节，再加上现代人的饮食追求重口味，患者人数是逐年的攀升，而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像这样子脱皮落发，这是最常见的外观困扰。头发洗得冒泡，上发廊洗头，花钱享受，但有人却止步不前。之前是整个发际都是吗？整个头都是，整个头。耳朵周围、头皮边缘明显脱皮泛白。张先生罹患肝癣症17年，从中重度控制到现在，回想发病原因，生活作息脱不了关系。晚上不太睡觉吧，就大概凌晨五六点，大概才会睡觉的那一种。基本上我不太吃青菜，那我吃的又是比较偏重口味，比如讲重辣，很辣。肝癣的病患常常都会有过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吃东西的部分最好是不要吃高卡路里的东西，那油炸类的啦或是甜食尽量都要避免。饮食不忌口加上生活压力接踵而来，光是5年来肝癣就医患者就增加了20000人之多，而且男高于女，年龄别又以30-40岁超过30%占最多。而时序进到秋冬季，医师提醒这个季节是好发季，患者比率会增加30-40%。加强免疫功能的进补尽量都要避免，例如像人参、像灵芝或者像冬虫夏草这种食物尽量都要避免食用。它相对的它会产生更多的发炎因子，又会去影响的刚刚讲的类似三高这些共病，那等于说这个一来一回一直震荡，一直循环，一直放大这个部分。只要药物治疗不间断，饮食生活回归正常，要稳定病情不是难事。大新闻社记者李明华台北报道。亚洲最大的多元学习博览会杂学展呢，迈入到了第4届，而今年呢，精选了超过100个创新学习的单位，从幼儿教育到成人进修都有。而特别是分区的来策展，除了有难得一见的珠宝产业镶嵌的手法大公开之外，还看到了有学生团体打造无人咖啡机，未来呢，冲泡、送餐等等呢，通通都能够自动化进行。想要点杯咖啡却不见服务生，因为靠这款机器手臂就能帮你自动冲泡。绿挂式咖啡最看重的水量及时间拿捏也难不倒它。由5个学校集结而成的学生团队，利用暑假期间远赴德国见习，从自动生产线中找到灵感。民众现场试喝赞不绝口，因为透过机器精准冲泡，可以确保每一杯都有相同风味。都靠那个 POS 去控制，说我要什么咖啡，然后我现在是哪个手臂要去动作。失败过5-6次吧，有时候会冲太多水。另外一头则有新创课程，学生紧盯着显微镜，他们正在做所谓的开板动作，也就是要刻出适合珠宝镶嵌的位置。特殊产业跨界合作，还能将艺术创作融入在作品当中。背景去被打凹这样子，
实际上就花了还蛮久的时间。如果说只会精工但是不会镶钻的话，我觉得它其实还蛮适合来学的，可以为商品啊做出一些就是更不同的价值。譬如说手作市集啊什么的，其实都很多元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最新的趋势。我们希望在珠宝这个领域加入创作的概念，而不是只是装饰品或者是奢侈品的代表。为期三天的杂学展今年以永不设限为主题，首度针对不同使用者分种策展体验，透过多元学习也能让年轻人的想象力都能成功付诸实行。台新闻周水柯新智台北报道。国际焦点，印尼震后超过了一周，重灾区巴路市呢，大约有20万人还在等待救援。而巴路的机场目前是由印尼的军方来接管，军机起降为优先。另外呢，军方也出动了军舰，除了是要帮助撤离灾民之外，也帮助传送物资给灾区。而印尼慈济人呢，投入到救灾的身影，也让国际媒体看得到。军机降落在巴路机场，大批民众排队登机，准备离开巴路市。军人也协助搬运物资，希望能快速抢救灾区。Berikutnya masih di belakang, kemungkinan sebentar lagi juga akan sampai. Kami ditugaskan di sini untuk melaksanakan tugas membantu rekan-rekan kita, saudara-saudara kita yang saat ini sedang mengalami musibah.印尼军方派出军机前往巴路市救灾，另外也派遣军舰协助灾民离开灾区。目前已经有1600人搭乘军舰抵达印尼南方的西江，各国持续关注，国际媒体也发现印尼慈济志工的身影在西江协助救灾。We want to help them, especially people in Palu. We came here, we wait for the logistic first, so we can do something in here. And next step, we have more people come here from Chichi.重灾区巴路市目前还是缺乏水电粮食，许多灾民受困灾区。目前救援开始加快脚步撤离民众，并在早上开始抢修浪加拉市和帕桑卡优市的电力，希望能让救援进度可以更快速。大爱新闻张曲编译。气候变迁让灾难变大变快，在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当中呢，呼吁各国要让全球的气温上升的上限限制在摄氏2度。不过呢，目前在南韩举行的气候会议上，就有科学家认为，就算呢全球的气温只上升了1.5度，就足以酿成重大的灾难，建议呢应该要下修为1.5度。现在各国呢已经是开始采取行动了，限制或者是强制改装高污染、高碳排的车辆上路。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呼吁各国达成的目标是要把全球暖化幅度控制在远低于摄氏2度的标准之下，但是科学家认为，其实要控制在摄氏1.5度以下更安全。光是这0.5度的差异，就能让气候难民减少1000万人，200万平方公里的永冻土得以留存。Scientists have been warning us for years that we can expect to see more extreme weather with climate change. The heat waves, wildfires, and heavy rainfall events of recent months all over the world underscore these warnings. 来自各国的数百位代表在南韩仁川审查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以来最重要的气候报告，厚达400页，统整6000份研究，探讨全球暖化的现象。这份联合国特别报告指出，就算全球气温只比工业时代前上升1.5度，就已经足以酿成重大灾难。You have basically the Arctic remaining ice-free throughout the entire summer. You have catastrophic threats to many of the land-based animals, creatures on this planet, to their very existence. You have many more of the types of deadly heat waves. 为了达到目标，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在2020年之后开始减少。全球经济更必须在2050年之后达到碳中和，也就是完全抵消掉所有碳排放量。许多科学家却认为这种目标理论上可行，实际上却困难重重。因为全球政治与社会都必须经过翻天覆地的变革，包括逐步停用化石燃料、交通工具零排放、使用可再生能源，还有造林。Like that, you know, capturing and storing carbon. It's not enough just to cut emissions, but to find ways to suck it like a vacuum, a Hoover, right out of the atmosphere. You could do that basically by planting forests, which suck up CO2, and you could also do it through new technologies, including new soil agriculture technologies, which retain carbon literally in the ground, not letting it escape into the atmosphere.
一旦气温上升摄氏两度，更多天灾就更不可避免，导致农作物欠收、珊瑚礁白化、冰盖融化，最终让全球海平面上升超过10公尺。也有部分专家指出，全球暖化1.5度还是2度，其实根本没差，因为本世纪末地球势必会暖化3.5度，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大爱新闻樊慧斌。而这呢，不知道跟气候变迁有没有关联了？在法国的第三大湖安息湖，美景如诗如画。不过呢，今年的水位却出现了71年来的最低纪录。Bah, c'est un peu inquiétant en fait. Moi, ça, c'est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le vois si bas. Surtout qu'on a eu beaucoup d'eau en face cet hiver et ce printemps. Donc, on pensait vraiment pas que ce serait possible. Et là, vraiment, on se dit qu'il y a quand même un problème, un changement climatique certainement. Il y a quelque chose de pas très normal, quoi.大片的沙丘裸露在外，民众呢还能越过堤道，在沙滩上遛狗散步。这里是法国的安息湖，是阿尔卑斯山脚下呢著名的观光景点。以往的平均水位可以来到80公分深，而周二却测到了只有20公分。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年夏天高温干燥，当地的政府官员表示，水位下降的情况近年来发生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光是这15年来，水位偏低就出现了有4次之多。去年的9月，墨西哥发生了瑞士规模7.1的强震，造成了上百人死伤，建筑物严重倒塌。各地的政府呢是针对了不同受灾程度提供了援助。只是一年过去了，我们的采访团队来到了当地，发现灾况并没有好转，不少的家庭呢还是住在帐篷里面，没有领到政府的补助，靠的是民间救援度日。无预警的强震来得又快又急，民众是发了狂逃命。Sí recibimos recién el sismo, recién del día 19, que en 2 minutos nos quedamos sin casa porque se rompieron literal todos los edificios. ¡Dios mío! ¡Dios mío! 一夕之间家园全毁，事隔一年灾况依旧。¿Cómo es la situación ahorita? Ahorita muy mal. Muy mal. ¿Todavía no construye nueva? No.No. Ya vamos a un año que se hacen contratos aquí, ya se nos va a vencer el contrato de la renta, pero las casas todavía no están habitables. 在地震过后，房屋倒塌严重，在墨西哥州政府是提供了3个月的租金补助，但是在受创严重的莫雷利亚州，则是以房屋来计算。无论这间房住了多少人，一间房就是12万 peso 的补助，折合台币的话，大概是20万元左右，但却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得到这项补助。阿尔塔格拉西亚一家八口没领到政府补助，加上经济状况差，只能在马路旁搭帐篷。走进里头，阴暗无光，密不通风。而他的新家已经开始重建，只是过了一年，却还裸露着水泥砖瓦。Pero este la casita se va construyendo poco a poco, pero nos falta la luz, el drenaje.Ventanas, puertas, pues no tenemos dinero, pero de todos modos ahí la vamos pasando y volteen sus manojos. 灾后复原同时讲求经济复苏。墨西哥政府在地震后投入了将近$21亿重建，另一方面想靠着观光来提振经济。不过这座500年历史的教堂经不起地震摧残，在热闹市集中显得相对孤寂。Pasa la acción por etapas. La primera etapa fue que se hizo un levantamiento, que es los daños que hubo y ver que tanto tiempo.重建速度跟不上民众的期待。有人说，今年5月墨西哥的总统大选碰上了政党轮替，这段空窗期大家只能苦撑，等待新政府上任解决问题。Cuestión de lo que son viviendas, realmente el porcentaje que ya
se ha reconstruido, yo creo que apenas llegará a un 50%. Ha sido lento, te digo que no había, o sea, ni el gobierno estaba preparado para algo así. Entonces, 加上这个很多 NGO 捐赠的物资啊，也还没有到灾民的手中。 资源不足，政府寻求外界援助。How many buildings here destroyed? You know, it's all the street. 慈济基金会在地震后投入大批人力看灾，并且发放现纸卡，疏解燃眉之急。Con el temblor de hace un año, que se acercaron ustedes muy amablemente a darnos el apoyo. A finales de septiembre supimos que ustedes estaban apoyando a todos los damnificados, entonces por esa razón nos enteramos y nos invitaron a que viniéramos con ustedes cuando ustedes se presentaron aquí en nuestros edificios que se dañaron. 不间断的关怀，志工和民众之间早就建立起家人般的情感，经年累月堆砌的爱，也慢慢勾勒出家的形状。 6年前，我受妈妈影响，跟着一起吃素。吃素后呢，我发现吃的比较清淡，比较健康。我再加上我搭配运动，生活作息比较规律，所以吃素后心情比较好，比较稳定。那工作上，因为我从事新闻行业，所以比较 tempo 是比较快的。那我吃素后呢，我会比较容易稳，比较不容易急躁，或是慌张等等的。 情绪比较负面情绪会比较少一点。那当我吃素后呢，我发现对身体负担比较少。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恭喜吃素，谢谢。求学路上拉一把，加拿大素里的慈济志工新的学期提供给兰里学区的3所学校奖助学金，要让弱势的学童有机会能够参加课外活动或者才艺课程。而这一回呢，一共有63位的学生受到帮助。志工特地准备了背包还有竹筒作为结缘品，富含了教育意义。 素里慈济志工第6年帮助兰里学区学童参加课外活动或才艺，先学年度3所学校申请。兰里市代理市长、兰里镇长等贵宾莅临现场，也给孩子们鼓励。 The K-12 program has honestly kind of changed my life. It helped me realize how to act as a leader and how to make friends and keep up with my schoolwork, stay organized. I've been going 3 years in a row, and every year is a new experience and a new set of friends and fun and building family and generally just. 孩子们领到背包和竹筒，慈济志工巧思教育。除了接收这个助学金的一个计划的一个礼物之外呢，他们还可以回去呢，每天做好事，然后可以存钱，可以去帮助人家。这是我觉得我们这次呢，在把竹筒把它当做结缘品分送给来参加的小朋友的最主要的一个想法。 一份祝福是勉励他们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吴群芳、尤德坤、翁淑如，加拿大报道。 最近，美国总会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核桃市的教育园区举办了年度的招生博览会暨师生作品成果展，展现了社区民众平常陶冶身心的成果。而活动的现场呢，也推广素食，鼓励大家要响应“111世界舒醒日”，来替明年的联署暖身。 生活用品也是艺术品，美的成果印证了“用心就是专业”这句话。慈济美国总会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师生作品展在慈济核桃教育园区举办。
好歌大家唱、养生太极拳、活力太古班，都是社区民众陶冶身心、美化人生的平台。素食互生养生成流行，主厨亲自解说素食料理，也触动许多人跃跃欲试。有兴趣的话可以来上课啊，我们新素食里的课他都会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家、啊、像我们的老师，我们是那个已经有三四十年的大餐厅的主厨的那个资格啦，参加。祝您今天很愉快。整场活动也为下一年的1月11日世界蔬醒日做暖身。如素发愿卡，期盼人人从一念心、一餐素开始，拯救唯一的地球。大爱新闻之下美之工曾永忠、陈修文、李建群，美国报道。今年缅甸中南部豪雨成灾，农田变成了湖泊。慈济志工呢，看见了农民捕鱼谋生，铁针穿过鱼身，相当的不忍心。在静思沉郁时，正言上人心疼农民，不过呢，也感慨唯有众生平等，不杀生，无畏时一切众生，才能有平安的到来。都搞到偏着个，人们跑路啊路，都搞偏么那偏亚西，偏亚阿哥嘞，干的亚呗，喏，狗子咪阿么住在路个新新看来么？啊，恁在米在切切个种，恁拢吃完啊？啊，你个落要安怎？哎呦，啊，我哪有边啊？阮吃边啊干啦。啊！你来饼干，这个饼干哪吃完呢？饼干吃完啦，啊！你要安怎？啊！我啉水就好啊。老人哦，讲出了这么真无奈的心声。杀他，看到人愈惊，他都会反扑，造成了生态啦，一种互相彼此会防自己，防家己的性命，就是去侵别人的生态。我希望台湾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不吃动物的国家。吃动物，它动物也会痛，这样会浪费很，而且动物会养动物会浪费很多资源。不要吃肉，动物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吃素会健健康康，会救地球。你不怕我，我也不怕你。你爱亲近我，我也爱亲近你，彼此之间啊，无伤害，自相爱。这自然呐，天下生态就会当和平呐。普天之下，天灾不断，人伤我痛，人苦我悲。台北市中山八德共修处在药师经连线的共修日这一天，发起了木心木爱驰援印尼，30几位的慈济志工还有会员是共襄盛举。中山八德共修处慈济志工汇聚善念，发起竹筒回娘家，爱心驰援印尼。我今天带了4个竹筒来，像我的朋友今天没有来的，然后他们也很想付出一点自己小小的力量，所以他们这几天他们这样陆续找我，就是希望付出他们爱心。时值上班日，很多人无法亲自前来投竹筒。特地托人带来，郑景荣将儿子托付的全家爱心投入。
我儿子说你要带他去公园吗？我说不是，今天拜药师经，我要去拜药师经。然后印尼海那个那边海啸哈，就是那边有在存钱筒在投。啊，我儿子就说哇，这样好棒哦，你带他去。然后刚好家里我已经有存开始在存存钱筒，我就带来。然后儿子说那帮我们来带1500去吧。可是那没有收据的，他说没关系，心力到就好，不用收据。印尼那个海啸嘛，地震。啊，就是讲利用这个机会，有这个机会，带两个孙来投竹筒，系啊，啊，因拢普通时都有，拢有咧投竹筒啦，啊，叫伊投他就会投，系啊，有时候无提哦，伊家己的，阿妈投竹筒，啊，就拿给他投。亲朋好友的爱心都被启发了，叮当响的铜板滑入功德海，那是一份对远方灾民源源不绝的祝福。这是我女儿的。带新闻真是美之工吕乔美、王柱明台北报道。教育焦点不同科目的课程结合，这是新时代的教学趋势。教育部推动美感跨领域实验教育，像是在桃园的阳明国中，老师就把艺术、数学、理化、生活科技这四个领域结合，打造了新的课程——光影魔术师。80，那80而已，其他的那没有。同学们在纸上画出模型，这堂课要来亲手打造灯具，看似是美术和生活科技的结合，但其实里面还包含了数学和化学的概念。数学的部分呢，因为我们九年级下学期在数学上面有立体图的一个展开图，理化上面他们就基本的一些电流、电压，还有他们会学那个欧姆定理，这些东西只是一个理论。可是我们希望孩子可以把它实际的运用在生活上面。教育部举办国中小学跨领域美感教育课程成果展，共有177校参与，发想出超过200个教案。像苗栗县新港国民中小学教孩子制作真人版的 Angry Bird 游戏，除了要有建筑的美感外，更得懂物理的力矩、摩擦力之间的关系，才能成功发射。新课纲它的老师的定义是一个引导者，所以其实我们给孩子一个目标，他们去想办法完成，然后他们去尝试，我觉得这样的教学才有意义。加一点柔性的艺术的元素，我们认为对于学生在学科的学习上是会有在学习动机的提升，那一旦动机提升了，他学习的效能一定增进。新的教学方式强调素养导向，培养有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希望当美感教育和不同科目碰出火花时，能创造每个学生发展的多元可能性。大家喜欢黄一杰、简元吉台北报道。花莲太鲁阁峡谷音乐节即将在10月20号举办，这一次的主题是峡谷弦音齐咏山林，用弦乐的方式来结合各个民族音乐，歌咏太鲁阁的峡谷伟大壮丽。乐声回荡在太鲁阁峡谷之间，一年一度的太鲁阁峡谷音乐节再度展开，要让听众朋友们徜徉在青绿草地上，透过音乐能量来诠释山河的生命力，领略太鲁阁之美。从在地原住民的角度，在地的文化，因为太鲁阁的自然地景等等都已经非常棒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整个委托的规划的同时，我们希望用弦乐来引领大家进入大自然，我们也希望他们进入大自然之后，大家一起爱护大自然。由音乐家范宗沛带领的弦乐四重奏团队，结合在地原住民及客语歌手等表演团体，碰撞出新的合作火花。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室内乐团，有弦乐，然后也有节奏，然后还有中国乐器。因为前面已经有原住民唱歌了，所以我的部分是比较偏向电影的演奏曲跟那种耳熟能详的曲子。以峡谷弦音齐咏山林为主题，为这一次的太鲁阁峡谷音乐节带来多元且丰富的音乐洗礼。带新闻杨爱婷、孟国佳花莲报道。
来自全世界43个队伍在英国参加了割草机大赛，跟一般的比赛不同，割草机大赛比的是耐力。这一次的冠军一共花了12个小时，完成了430圈的记录。节目最后带您一起来看这有趣比赛，也感谢收看，我们再会。